我叫菲尼亚，来自欧洲的东部海事外城市。今天来给你们介绍我在中国的留学生生活。看我后面的石头，可以看到这是北京科技大学，这是我的第二个家。每个学生都需要学习，而且努力学习，积极进取。我每天课很多，作业也很多，所以下课以后就去图书馆自学。如果觉得挺难，就叫我中国同学来救救我。我有很多爱好，比如说锻炼身体、舞蹈和看书。我这个运动方式还挺自己哦，刚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很难，现在挺不错的，我学会了好多技巧。关于舞蹈爱好呢，我以前跳现代舞和拉丁，现在我对中国舞蹈感兴趣。哦，怎么这么好，我一定要去。上个学期我学过云南的维族舞蹈，这个学期开始了学西双版纳傣族舞蹈。我在北京科技大学已经差不多三年了，我在这儿的第一年我学了汉语，然后在这儿决定读本科生。我的专业是工商管理，今年的二年级。经过这几年以后，我发现我爱上了北京，我的生活丰富多彩，所以我该说谢谢北京，你欢迎我，我真的真的很爱你。我的生活自由自在的，在北京我见面了好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，知道了好多不同的国家的文化，特别是中国的。人的一生中会经历很多东西，来中国是我的很大的还有很重要的经历。如果不来这儿，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会当什么样的人，会做什么，会活的什么。来中国以后，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，而且幸福在每个人的杯子里最重要的最无价的条件。